好，可以，控制好。头也裂了，升降舵这里断了，那完了，没得飞了。修一下，我们下一次继续再出来飞。这个舒适区又满血复活了。这个前面这里这个罩子是用一个三角打印的，打印了一个，象征度还是很好的。来吧来吧，可以开始试飞。好帅啊，我这个陈列仪。我觉得应该准备降落了，起落架开启。哦，这个飞机还是那个样子，起落架崩了，填起落架。不知道三打印一个，这个还能不能有救？好，今天再来试飞一下这个舒适区。上次飞了一次，然后呢把这个起落架给干碎了，现在这起落架全部换成了金属的，前面的和后面的全部都换了，就是这个舱盖现在开不了了，我给粘死了。好，可以准备试飞。现在来玩点特技，因为这有矢量喷口嘛，它可以飞，特技可以飞得特别夸张，什么零半径空翻呀，什么落叶飘呀，都毫无压力用这个飞机。走，现在准备开始起飞，觉得等我会炸的一个币，觉得如果不会炸的两个币，来吧。现在风向是从这边来的，从左边往右边起。好，开始起飞。可以，一切正常。来个低空通铲。从右往左，那是有这是鹰什么跟着，选油门爬升，呼呼，这个机动性还是很爆炸的。再来一下，来一下低空通铲，试一下倒飞。还可以，和正飞没什么差别，就是推杆。爬高一点，试一下落叶飘。好，可以，毫无问题。
恢复。好，恢复了啊，有点吓人。零半径空翻，回，帅，再来一下，飞高一点，还是怕炸机呀、啊？来，开始，喂，试一下眼镜蛇肌肉，我看能不能飞得出来。从左边往右边来，好，掉头，准备好，好，三二一，他会爬升，有点感觉，但是还差一点，再来一下，飞高一点，不要炸了，好，三二一。哦，有点样子了，就是飞机翻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赶紧举落架，准备降落。好，从左往右边降，现在风是从右边来的。非常完美，回来回来，这个矢量喷口的机动性还是非常的炸裂，就是我刚刚那几个动作我不敢飞得特别低，因为我怕又失速了。它现在翻完一个空翻，它基本上速度是零，它飘在空中，还好动力比较大，这个动力如果不大的话，就很可能一失速就掉下去了。再来试一下这个推动比，现在应该还是有一的，虽然说没什么电了。推动比还是有一的，要是没有一的话，这个动作应该做不了。怎么样？很意外吧？是不是都觉得我会炸机这一次？本来我也是觉得这个肯定会炸了，因为前两次飞的都是正常起飞，但是就没有正常降落，但是刚刚做了一下落叶飘和零半径空翻都毫无问题。好吧，这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，该点赞的点赞，该投币的投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可以。